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哦，原来致命值是提升濒死状态的残余量，所以致命值越高的话，我要达成那个状态就越容易。再来去这里好了，伊芙琳·迪普尔。伊芙琳·迪普尔特别擅长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利用他那段诱人的双眼和一身狐媚说服他人奉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身上的衣物，自己的小孩，然后以高价转售。小孩哦，在目标被烟雾弹影响时杀了他。好，我先换烟雾弹。这是不是可以穿过去的？没有看到目标哎，我去上面看看。上面有人，先把它解决掉。好像太远了。That's a nice watch you have there. Mind if I take a gander? This belonged to my grandfather.还是没有扫到目标。哦，有了。被烟雾弹影响的时候杀了他，我从上面丢烟雾弹，然后再效果时间内空中击杀，这样应该可行。
哎，你的这是道德，居然失败，居然失败，我不是丢了一颗烟雾弹下去吗？哎，我的烟雾弹还回来了耶，哪吒，可恶。抢个货啊！啊！我在干嘛？我要丢烟雾弹。最近玩太多 GTA Online 了，按键都搞错。哇塞，这边人好多啊，旁边的追兵就交给两个警察了。哦，他居然没有拖住他们。他办事不利，难怪暴徒王那么嚣张。等一下，哎，全部补满。You do me a good turn. Thank you.之前我看那个枪在哪里拿，我记得我有想要拿一个枪啊，不晓得拿到了没。哦，对对，我在征服嘛，我在准备拿这个。我还差多久可以升到八等啊？我没有拿弯刀，所以弯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还是我拿爱丽丝的衣服，然后换个弯刀。好吧，我来当一下爱丽丝好了。
你也要换成弯刀。知道雅各有一把弯刀，应该。看看这个吧，我不会显示颜色，因为是爱丽丝的打扮。再来。这个好了，解一圈这样解。啊，就你了。我都很喜欢穿死人的衣服，总是拿前面一些已经死掉的人的衣服来穿。别偷啦，走开，再见。弄爆！哎呦！哈！过来。开枪真的很讨厌呢。哇，停得不够好，没有直接完成。再来，这台我还没抢过吗？隐藏了一台没有发现，我们不要抢警车，抢警车增加麻烦。有一种穿爱丽丝的衣服，因为看起来比较瘦的感觉。哎，没了，好吧，没关系。
那这样我们就回到下方了，就去这个吧。看到有人需要帮助。面进去，还要再下一层。那我从这边下去好了。先释放这群。Hang in there. Right, miss. You feeling faint?别怕，别怕。Thanks for the help, lady. Little 看起来是一层一个。我忘记看刚刚这个，我忘记看刚刚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工厂了？解放童工啊，应该是这个。奥特吉瑞是优秀的工业仓库，在15年前差点遭到拆迁。而今，这座仓库的周围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许多工作，这仓库为周围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由于业者对外宣称这里是极为安全的工作地点，因此现在这里的员工都是小孩。在那边胡乱。还好没有被他发现。那个啊，是对面，还比较容易射击。哇，角度限制，没有办法。
我得先下楼。有被看到的可能性哎。趁他背对我的时候，哦，快杀！可恶！差点就GG了，丢挂桶不晓得行不行。Something's wrong. Oh, fuck. 大家起，但还没有到去敲警钟的地步，就空中刺杀你。最后一个，哈。我刚好像还看到一个人，他是外面的。来开个箱子，敦士就快要纳入我手下了，哈哈哈哈哈哈！来接着货物，我用弯刀也是很凶猛的。啊！我投不他。车别跑！哦不！一个飞刀，哎，不是这台，不是这台，
哇哇，走这么小路啊！ There you are. 慢慢开，慢慢开。加速！冲啊！钻石，很可惜它都没有图，不想黑钻石长什么样子。兰花科去了，现在又跑出来了。那我要回伦敦市啊，屠宰场兄妹。看一下，他怎么不进去？算了，还是从这边进去啊。不是不是，进度记录，征服行动，屠宰场兄妹，在伦敦最恶名昭彰的兄妹，查理和纳比，也称为屠宰场兄妹。被聘来找寻欠圣殿骑士债的人，他们利用珍禽异兽的内脏来取代沉尸地面的受害者的内脏。他们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圣殿骑士家族后裔。该隐和亚伯让查理杀了他哥哥啊，这应该是要用那个狂暴吹剑让查理发疯。好，首先我需要一台车。不要走到底，我直接从这里上去。这个任务应该不会太难，只要我找到我的目标，送他一箭就可以。